你干嘛呀？吃饭去吗？换套衣服。你给你妈貂穿出来了？情侣颜色吗？情侣的色儿吗？你跟谁是情侣啊？刚他妈认识跟人情侣啊？啊，美女，那啥，咱俩加一下微信呗。我不玩微信。现在谁不玩微信呢？你就不想给？你就不想给？不，你要干啥？你不尴尬吗？你就不想给呀？尴尬。你帮我要。我给你要啥呀？微信吗？你不会要吗？上次六老娘们什么玩意儿？我他妈会要啊！一共就六老娘们，你要下来五个，我一个我都没要着。啥时候六个老娘们啊？你说你他妈穿的什么？这什么逼玩意儿？你干啥你要啊？求你们点事儿真费劲。下去留个电话号吧，你给我打过来。下去。